身体有力，你身体你无一直行动，一直行动，你唔就一直求落去，啊，一个厝啊，唔一个啊，拄转呢，转呢袂后袂半项，我一直拄个，就袂好势，感觉无做就也艰苦。73岁的杨淑妹一接到村民要收回收物的通知，立马踩着自己的三轮车出门。为了让腰部有伤的她能少爬楼梯，村民直接从2楼将纸皮丢下。几位平常帮着做分类的好姐妹也一起加入。村内其他人对伊什么评价？你知道？阮大家人对评价都是阿君阿好的人，阿好些的人。超好势，大家都对大人囡仔都对阿尊重的。先生早逝的杨淑妹有4个儿女，他们都已各自成家。不用操烦家事的她，从2012年开始做回收。家门口对面的马路边就是一个人坚守的环保站。这一拖了，安尼轻轻咯，啊，你那伞背起去就重咯，背起咱就较重咯，就着跟起去也无法就真凊彩人嘛，甲叫来三工。因即个昨晚买菜，因老公大家计三工。啊，像你有一个像我阿伯起家吼。啊，来做咯，啊，对乡里啊，好处咯，吼，啊，就等下报咯。有个人说，忙做，我说着拖做，无做人随停嘞，随倒。今仔做做哩，暗暝也好困，倒了一直困。暗暝咧烦，好人咧有个咧袂困，咱也好困。杨淑妹因为做环保，让整个村的村民几乎都认识她，还有志工专门为她编写了这首亲近家园的环保歌曲。一个廿4点钟，伊诚实是做有20点钟了，也赞叹诚实嘞。真实是阮的好榜样了，啊，阮尽量争取向伊学习，吼、哦。做无一时啊，都无啥物，就干那家欢喜咯，欢喜做啊，啊，甘愿受啊，啊，种诶。